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7月15、16、17，也就是这个周末和下礼拜一的周末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狮子座，今天呢是心情转念啊，运势当红，新欢出现了。水瓶座朋友呢，恭喜有周末呢出外踏青、度假、悠闲约会哦，享受美食。双子座朋友呢，则是周末遇到了财神哦，买张彩券可以试试手气。周末两名星座要特别小心了，分别是处女座朋友啊，夏日炎炎让你懒得出门；巨蟹座朋友呢，则是面临到情侣的冷战啊，又是吵吵闹闹的周末哦。那么各星座周末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大家。火象星座们，请你用金色数字7；土象星座，请你用银色数字3；风象星座，请你用红色数字4；水象星座，请你用白色数字9。